绝对连线过比他们还要有决心的人。2018年时呢，一位美国选手塔马拉呢，怀着要打破自己纪录的决心参加了马拉松比赛，没有想到他跑到一半，突然觉得一阵便秘袭来，他很挣扎要不要停下，可是又不想要放弃破纪录的机会，于是呢，他决定试试看边跑边拉屎。没有错呢，塔马拉不是小孩喽，大便跟跑步他全都要。最后呢，他就真的就要带着大便呢冲过终点线，而且成功的打破自己的纪录，比之前快了1分20秒。塔马拉表示呢，他并不觉得不好意思，而且其他跑者也都能够明白，不会批判他。那我们则发现呢，塔马拉不是唯一边大便边马拉松的人。瑞典选手艾克佛呢，美国选手泽伦纳也都曾经为了坚持到底，放任大便流下来。我只能说。